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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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德，妈的说的对啊，后天我和孩子要上班上学，需要傍晚才能够过来。周日的白天需要身兼帮忙照顾大姐姐，我们不能把人力一下子消耗完的。哦，我到现在都还不能接受生美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。外婆，妈咪是不是要死了？何瑞康。 你再要诅咒妈咪会死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那为什么外婆那么伤心？康康，你妈咪会没事的，外婆是心疼你妈咪，才会那么伤心的。是啊，外婆只是心疼你妈咪受伤。外婆以前是校长，校长是不会骗人的。子俊啊，你要上班，要看着家里，还要照顾生美。 你应付得来吗？这样吧，我搬过去跟你们一起住，照顾你们。好啊。子俊，你们教他们怎么用筷子吗？嗯，啊，来，得力教你们啊。<笑>子俊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你时常出席大场面，筷子都用不好，多丢脸啊！哎，我教你们怎么用。不用吧，子俊你也要教啊？是啊。筷子呢？ 平行放，这样拿着。哎呀，妈的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您了。家里没人看住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妈的，你放心啦，星星和康康已经长大懂事了，家里的事情我会处理的，你放心吧。对啊，外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自己，我也会照顾康康的。子俊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来，我们去看妈咪。 什么事啊？你要吃早餐呐？嗯，奶奶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嗯，哇，现在几点了？已经6点了。啊，才6点？让我多睡一会吧。那你已经快点吃早餐，快点吃，快点吃，吃光了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来吃早餐。嗯，来，面包，快吃吧。弟弟，我要吃花生酱，妈咪每天都会给我吃花生酱的。花生酱吃完了，你今天就将就点好不好？嗯。奶奶这是什么？这是牛奶啊。可是我只喝杏仁奶。 冰箱就只有牛奶啊，妈咪每天都会给我吃花生酱的。花生酱吃完了，你今天就将就点好不好？嗯。姐姐和牛奶会放屁的，你才放屁啊！我喝牛奶不会放屁的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是怕迟到吗？今天爹地没准备好，你们就将就一点吧。那我喝白开水吧。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你妈咪一定是很辛苦，她每天准备不同的款式早餐给我们。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好想念他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们听我说，妈咪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。你们希望妈咪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我们健健康康、高高兴兴，还是看见我们愁眉苦脸、乱七八糟的？当然。
然是健健康康，高高兴兴。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这个家，明白吗？嗯嗯。爹爹今晚没那么早下班，晚餐你们自己搞定了哈。嗯，我可以打包。记得啊，好好照顾弟弟啊。嗯，谢谢爹爹。赶快吃吧，要不然真的会迟到了。Mr. Tao. I heard your太太进了医院。希望她吉缘天相，祝她早日康复。如果我太太康复，会不会刺激门店的销售额呢？应该不会。如果我太太康复，会刺激设计比赛的报名人数吗？那当然不会。既然如此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我太太康复与否，也不关公司的事。既然不关公司的事，也就不关你们的事。那你们就不要多事了。我非常感激你们关心我的太太，跟我一起工作要谨记四个字：公私分明。拜托你们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好好想一想，如何刺激设计比赛的报名人数。我们北极星是珠宝界的龙头，举办设计比赛只有几十份的申请表格，而且是同一间的学院的学生，说出去的话是不是很丢脸啊？如果我是你们的话，找个洞钻进去了。 Andy， 我问你，这个设计比赛的本意是什么？是希望可以让大众参与设计，银行家、律师，甚至连台台都可以参与，这样才可以成为全城的话题。那为什么现在提都没人提啊？应该是宣传不够啊。那该怎么做啊？你要我教你吗？啊，不用，等下我就去办了。什么都要我想？你们的薪水都给我吧。喂，康康，什么事啊？爹地，我回到家了。那很好。爹地，今天老师说我写作文写得很好。爹地在开会啊。那说到宣传呢，除了各大报章还有频道广告，我想要增强网络平台的曝光率。Ben， 你有什么想法？来看看又什么事啊？爹地，我今天的听写考95分。原来我不会写恐龙的恐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爹地在开会吗？等一下再打来。可是，刚才说到哪里啊？哦，宣传了。喂，康康，爹地说了，我在开会啊。爹地，你为什么一直 hang up？ 妈咪平时都会听我讲话的。那康康，不准再打来了。有什么事，等下我再打给你。姐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吵我。你都不用开会，我在跟我的欧巴约会。小飞今天请我吃饼干，你可以走开吗？很烦嘞。上一次的 hazelnut 不错，可是这次的 white chocolate 很甜，所以我一直喝水，一直喝水，然后我就一直上厕所，一直上厕所。肚子饿，都还没到六点，我要吃东西。我没空。我告诉爹地你没有照顾我啊。你不要那样看着我，你不喜欢披萨，这里有吃供应啊。这些东西都是你喜欢吃的，不是我喜欢吃。如果妈咪在家，她一定不会这样对我的。骗人，你明明很喜欢吃供应的。鸡跟味在餐厅才好吃，买回来冷了不好吃。你真的以为自己是王子哈？那么挑剔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妈咪会煮鸡肉冻心粉给我吃。喂，爹地，안녕하세요。哎，康康。妈咪，妈咪。康康，你怎么了？妈咪，我肚子好饿，你为什么不醒来？爹地不理我，姐姐也不理我。喂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！
饿。怎么了？你也肚子饿啊？没有，我肚子痛。姐姐吃完全部的披萨和炸鸡，当然会痛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们出去吧，别打扰妈咪休息。我不要，我要跟妈咪在一起，只有妈咪爱我。爹地，我肚子痛，我要上厕所了。喂喂。星星，没事吧？来来来，坐下。告诉爹地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弟弟肚子饿，你又肚子痛？弟弟没吃东西吗？你吃太多了。你早上不是告诉爹地要好好照顾弟弟吗？是他挑三拣四，嫌东嫌西。我要煮面，他不吃；我要叫披萨，他也不吃。快速面不健康。披萨也不健康，你的态度才不健康，因为自己是王子啊！你是故意叫我不喜欢吃的东西的，然后自己吃完了，才会肚子痛。不要冤枉我哈！我说我要吃通心粉，你不帮我煮，你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妈妈才入院没多久，那么不懂事。爹地，外公外婆来了。你们想不想外公外婆搬进来住？千万不要告诉他刚才发生什么事。康康，星星，外婆，外婆，我真的很饿，外婆，外婆。康康，阿公带你去吃鸡肉通心粉。啊。啊。子俊呢？你怎么了？生美只昏迷了几天，你就让孩子们过得这么委屈？妈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决定搬过去跟你们住。照顾你们，真的不用了，妈的。不要跟我逞强，绝对不是逞强。我已经请了女佣。女佣？是啊，明天就到。喂，姚丽，我有急事迟点回公司。啊，建泰国供应商的会议呢，不用延迟，我一定赶得及回来的。拜拜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那很简单。我现在非常赶时间，只有半个小时。我现在急需要一个帮佣。那你想要是缅甸的、菲律宾的、印尼的还是泰国的呢？随便吧，菲律宾。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很赶时间啊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找到一个合心意的帮佣呢，改善家庭的生活是不能急的。好，那你注重帮佣的专长呢？是烹饪、看小孩、看老人、打扫，还是其他的呢？烹饪，那是中餐、西餐还是外国风味呢？中餐。那性格要求是要活泼还是文静的？沉默寡言做西活。OK， 那我现在需要一个可以陪孩子聊天、煮饭给孩子吃的，你有没有啊？啊，有有有啊！你看，满不满意？可以了。哎，我可以见见他吗？他是菲律宾人，当然还在菲律宾呢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不早说，浪费我时间。啊，先生。帮佣是从外国进来的，当然是要申请的啦，至少要一个月啊。我家里现在急需要一个帮佣啊。现在？没错，现在马上 ，now。看你那么急，我派我妈去，你 OK 吗？尤尼，那些泰国人呢？不，你现在才回来啊？老板娘送他们下去了。我不是让你拖住他们吗？他刚才经过，那些泰国人啊，在那边呱呱叫，说要赶飞机，不可以等你回来。哦，张太。张太。真的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。不就见那几个客户，我这个老板娘还是胜任有余的。来坐。今天真的出了点状况。你家里出事，你也不想，你太太还没醒，你要不要拿几天假把事情处理好？不用了，张太，我刚才就是处理家里的事情，现在女佣请到了，我就可以专心工作。那很好。我绝对不让家里的事情影响工作的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嗯。星星刚刚。Daddy。Daddy。何先生，你好。你就是女佣中心介绍过来的帮佣。是啊，你叫我阿妹就好了。晚餐准备好了。刚刚准备好，我四点多啊才接到通知，所以匆匆忙忙赶来。其他的家务哦，我现在去做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好，来吃饭吃饭。
Daddy， 以后安迪是不是每天都会来煮饭？嗯哼。他还会帮我们做什么呀？说好了，全部的家务。烫衣服、抹地板、洗马桶都是他做的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总之呢，一切照旧，你不用做家务。Daddy， 安迪每个星期一都会煮鸡肉通心粉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以后呢，你们想要吃什么都可以点菜。哇哇，那太好了！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。老婆，自从你昏迷之后，我才发现每一天，你默默地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事，原来是我一直忽略了你。人家说你幸福，有个万能、完美的老公，其实是我幸福才对。有个万能、完美的太太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不要再睡了，快点醒过来好吗？Sorry 啊，我刚刚下飞机啊，那我担心啊，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细菌，所以没有到医院去看沈美啊。没关系，你又不是医生，你去了他也不会醒过来。怎么我一出国啊，就发生这样的事？沈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他脑里的淤血还没清，所以还没醒。我有坐过他开的车，他的车速呢，只是比乌龟跑快那么一点点而已，这样也会发生意外。我也觉得奇怪，警察说他的刹车器故障，我明明两个月前才送电厂调过的。Bro， 不要想那么多啊！今天你要喝什么酒，我请客。最重要的是你要放松心情。耶、yeah ，你终于关心我了啊！我还担心你呢，我在想要不要找我那些红颜知己啊，轮流去你家照顾星星啊，看看啊。哼。你不是想要跟我说，你觉得他很面善吧？他真的很面善，我一定是在哪里见过他的。你以后会经常见到他的。哪里？在我身边。喂，你想干嘛？孔雀要开屏了。嗨，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看你眼睛虽然有些血丝，不过黑白分明，也就是说你的肝脏没问题。不过你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失落，你还好吗？这小孩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肯定没有认错人，刚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使。你的翅膀没事吧？ Excuse me， I'm sorry， 我还没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名姓钟，名字叫做丽群。小姐贵姓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是不是见过面了？朋友撩妹的招数虽然无聊，不过还挺有创意。你都会不会太过时了、啊？我也有同感。喂，你跑过来干嘛？我在跟他说话。你今天是不是到过医院呢、啊？我们在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才说你是天使，白衣天使。天使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请你。好潮啊！哎，坐下来。怎么了？麻烦你擦一擦你的脸。为什么？很油啊？不是啊。你被人碰得满脸都是灰了，他这叫做欲擒故纵， you understand？
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的。啊，我看一下，他是不是看向我们这里？有。嗯，接着下来他会站起来走来这边跟我们搭讪的。没有啊，他走向那里了。喂，什么？双重伤害啊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脸红心跳 ？Shut up 啦！哎，结账了。那位美女已经帮你们结账了。他结账？孔雀掉毛，雄心不在喽。完了，你看弄脏桌子了。哎呦，不要再玩你，我丢我！不要玩，你听不懂我的话，你是白痴是吗？哎，安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弟弟？他不听话，所以要骂。这两瓶我没收。什么？还给我！放手！你动手！哎呀呀！你们两个，一个野蛮，一个白痴，不知道你们妈咪怎么叫你们的。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妈咪？放手！放手！完了！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星星，对，何先生，你回来就好了，我不要做了。哎，妹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两个孩子啊，很没有礼貌啊！一个骂人，一个打人啊，我受不了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爹地，你为什么要跟他说对不起？是他先骂我们的嘞。你住口！妹姐，不如我加钱给你，有话好好说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！你把我的钱转账给我好了。哎，妹姐。哎，梅姐啊，你，梅，星星刚刚，你们为什么要欺负老人家？是他先欺负我们的。明明是我看见你推他的。你只看到我推他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欺负弟弟？好，那你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会吵起来的？他嫌弟弟把地方弄脏，我只是在做科学实验，妈咪从来都没有骂过我的。你们两个糟蹋了人家的功劳。他说了几句也没什么、啊、你知不知道他骂弟弟是白痴？康康，安蒂有没有这样骂你？有，而且他拉我的手好大力，他还说我们没家教，妈咪怎么教我们的？说我野蛮，说弟弟白痴，应该道歉的人是他，不是我们。总之，你们对长辈动手就是不对。难道被人欺负也不可以反抗吗？他做错，我会说他，但是你们小孩子要对长辈有基本的尊重。是你的错，如果妈咪在，一定不会让她欺负我们的。星星，星星，看看，thank you.
喂，你是谁啊？是你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我牛奶呢？我杏仁奶呢？来，你的牛奶，你的杏仁奶。谢谢妈妈姐姐。不客气。等等等等，星星看看，他是什么人啊？妈妈姐姐哦，我们刚才不在家了吗？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放陌生人来我们家呢？妈妈姐姐不是陌生人啊，她是妈咪的好朋友。你是森美的好朋友？难道我像新来的帮佣吗？你昨晚不是说我很面善？哦，原来那句话是在那种场合说的。你的确是很面善，可是你不可能是森美的好朋友，而我却对你没有印象。森美的朋友你全都见过了吗？没见过的大有人在，反正你整天都不在家。弟弟，妈妈姐姐常常和妈咪和我们在电脑里聊天。森美从来没有提起过你。可能她有跟你提起过吧，只不过你日理万机，贵人是吗？所以没放在心上。啊，既然你是森美的好朋友，也就是说你是认识我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的好姐妹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她的老公就去酒吧快活，我是不是应该先躲避一下，免得你无地自容？那鸡蛋好了，我先去拿。爹地，什么是酒吧快活？我来问你们，他是不是常常来我们家？嗯，妈妈姐姐刚从香港回来，我昨天晚上还告诉她我不开心，没想到今天早上她就出现了，还是妈妈姐姐比较关心我们。爹地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什么是酒吧快活？鸡蛋好了，快吃吧。妈妈姐姐，我们可以搬你家住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们赶快吃，吃了我带你们过去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带我孩子去你家住啊？你没听到吗？是星星说想要去的。再说我比那个说人没家教、野蛮和白痴的安迪更适合照顾他们吧。不需要跟我客气，我跟森美是好姐妹，应该的。这位小姐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允许你把我的孩子从我家带走？你跟森美很熟，但你跟我不熟。你跟我不熟，不过你孩子跟我很熟。就算你跟我孩子很熟，你也没有资格照顾他们。曼柔姐姐有资格呀，每一次你出差的时候都是妈咪和曼柔姐姐陪我们过节日的。对呀、啊、我全部的样具 News Magazine 都是曼柔姐姐送给我的。我很多的衣服也是曼柔姐姐从美国寄回来送给我的。怎么样何先生，我现在有资格照顾星星和康康了吧？谢谢你的好意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不用你管。可是我怕今天半夜又会看到星星伤心的短信了。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星星，昨天是爹地不对，对不起。那爹地已经有计划了，你要有信心。请问你有什么大计划？从今天起我会送康康到托管中心。那星星呢？星星他已经长大了，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会尽早回来陪他。爹地，什么是托管中心？托管中心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他的食物又健康又卫生，有很多朋友呢可以陪你玩，可以陪你做实验，想不想去呢？谁有多难啊，动动脑筋就可以了。那我祝你马到成功，希望不要人仰马翻就好。星星康康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慢慢姐姐走了。好，慢慢姐姐。哎，好，你们两个坐下来，赶快吃吧。啊，爹地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什么是酒吧快活？你是？我是余冠明，是森美的上司。哦，你是和姐一起出车祸的那个上司。我是森美的弟弟申健。坐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只是来看看森美。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的伤势很严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过来。对了，你是我姐的上司，有关保险赔偿的问题可以问你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姐在昏睡前买了一份保险，受益人是我，她现在出事了，我领得到赔偿金吗？法德马德，他是，他是姐的上司，来看姐的。哦，你好，伯父伯母。嗯，发生车祸那一天，
在森美车上那个人就是你啊。我也是今天才能够下床，之前心里再着急也没有办法过来看森美，真的是非常对不起。哦，刚才你们不是提到什么保险赔偿金的问题，到底是什么？没什么啦，我随便问问的。没关系，说来听听。完了完了，我还要开会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先把话讲清楚再走。讲什么？你为什么刚才跟人家打听姐姐的保险金？我都说了，是为了要帮姐夫分担医药费啊。你姐夫会需要你帮忙？你会那么热心啊？法的，不要这样看我嘞，姐姐有难，我肯定帮忙的。我看你又是生意不行了，需要资金来周转，对吗？啊，不是啦。你法的我，什么坏学生没有见过？在我面前说没有问题的，肯定就是有问题。马德，你干嘛把我们儿子跟你的坏学生比啊？这臭小子好高骛远，不自量力，整天发做老板的梦。这些年公司开一间倒一间的，都二十多岁了，还在吃家里的、住家里的、用家里的。我们的那些退休金啊，差不多给他亏完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死心？法的，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我有梦想，你们应该支持我啊。咸鱼吃太多会中 cancer。 哎，我相信我儿子是大器晚成，跌倒了依然会把赛程完成的选手才会被人尊敬，这才是运动员的精神，不是吗？马德果然是校长至理名言。你的学生拿到这种精神奖就会给你讲，现在全部倒过来讲。讲什么啊？子俊来了。法德，马德，姐夫。哎，对了，他的上司在里面探望他。就是那个和姐姐一起出车祸的上司，他在里面说一定要见到你。何先生，我是余冠明，是森美的上司。那天森美明明已经回家了，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又发生车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那天我到你们家去找森美，要跟她拿一份紧急文件。她好心想送我回公司，因为我的车刚好拿去维修，而且又是百忙时间，却没想到就遇到车祸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道歉。对不起。找 Janice 拍宣传片的事谈得怎么样？Janice 的经理人说，品牌代言跟设计比赛活动代言性质不一样，不能只收一次费用做两份工。美娜姐有暗示 ，Janice 帮我们代言的合约还有三个月就到期，所有其他的珠宝公司想找她代言，那她一定是知道 You Can Be a Designer 需要靠 Janice 的名气来推广整个宣传活动，所以她吊起来卖。你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啊，不是很喜欢一起吃饱饭后一起八卦，一起共进退吗？那现在是时候让你们一起想办法对付这个老魔女。哈，打打开一下。那你们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去说服这个老魔女，要不就被我占，要不就靠边站，明白吗？你有完没完啊？不是，是托管中心的负责人打来，有急事要找你。 Mrs. Tan， 什么事啊？Mrs. Tan， 哎，何先生，谢谢你这么快赶来。你说康康跟其他孩子打架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哇，你们多卡了嘞！不要碰，借我看一下。不要碰我的东西！不要碰就不要碰哦，很了不起呗。你们不要碰我的东西！你还敢打我？
明白了。康康，康康 ，Daddy， 原来你就是他 Daddy 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很野蛮啊 ？Excuse me， 我的孩子呢不会随便发脾气的，一定是有人惹他。康康，你说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叫他们不要弄我的东西，他们一直弄乱，一直弄乱。我的孩子只不过跟他借彩色笔看一看，他就乱打人啊。Mrs. Tan，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的孩子比较喜欢有私人空间，他做功课的时候不喜欢人家打扰他的。难道现场没有其他老师维持秩序吗？是有其他老师在的。那能不能请他出来跟我们汇报一下，当时是谁先开始惹事的 ？Teacher Winnie， 我在这里。Teacher Winnie， 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被飞过来的订书机打到了。还好没打中眼睛啊。现在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多欺少，目无尊长，到底是谁丢的？康康，真的是你做的？是他们先丢我的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康康，你真的很失败的，第一天就被人踢出去。我没有失败，我今天 spelling 考100分。康康啊，你觉得你今天在托管中心的表现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如果1分到10分，你给自己几分呢？不知道。要是你知道5分，你会怎么改变自己？ Daddy， 你没有听到吗？我今天 spelling 考100分。Daddy 在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看着 Daddy？ 看着我。哦，原来你一个鼻孔大，一个鼻孔小。康康啊，你一定要改变自己啊，要不然就没有人收留你了。你放学后你要去哪里啊？谁来照顾你？谁来跟你聊天？我放学后可以去医院，妈咪陪我。啊，这个好，你这么吵也是可以吵醒妈咪。这个笑话不好笑。不如我们搬去曼蓉姐姐家。这个好啊。真的？这个笑话很好笑，笑过了就算了。以后不准再提。那星星康康，你们也知道爹地每年在公司呢拿杰出员工奖，对吗？你讲了很多次，连续10年。那你们又知不知道爹地在公司里面是做什么呢？管人，骂人。那跟你们玩一个游戏啊。例如，这是我员工的薪水，这是奖励金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奖励金呢？啊，比如贡献好的创意，帮公司赚钱，和同事相处愉快，听上级的话。爹地，忙呢。我知道啊。我只是跟你讲。啊，表现不好的呢？例如迟到、没有纪律、没有帮公司赚钱，和同事相处不愉快，大家都不喜欢你。爹地，空了。我知道啊。我只是跟你讲。爹地怎么可以这样的？这就是现实生活。假设这是你们的零用钱，这是奖励金，想不想赚取奖励金啊？想啊。怎么赚？听好了，要听爹地的话，要帮忙做家务，帮忙照顾弟弟，才可以得到奖励金。爹地，又忙了。我只是要跟你讲。可是弟弟很难伺候嘞。你只要帮他准备早餐和晚餐，要健康的，要让他吃得饱就可以了。沙拉和三明治可以吗？还可以。可是午餐呢？这个大肚子会饿的嘞。因为你要跟我去公司当我的私人助理。我这么小哪里可以打工？你没有打工啊，因为没有钱的。哈？没有工钱去来干嘛？那就留他在家里当你的家务助理好不好？啊，康康，你可以去爹地的公司当助理，很厉害，很威风的。要是你不想去，我就去了。爹地是让我去，不是让你。我要去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进去里面买点东西，很快的，等我啊。马德，10分钟后我在大门等你。嗯。
哎，三剑。哎 ，Jeffrey， 是你啊？哇，换跑车哎？不是啦，我姐夫的。哦，哎，上次我借你钱，几时还我？哦，真巧，我正要去收一笔账，本来想要收到就还你的。真的吗？放心啦，转账了就 message 你。已经欠我很久了，不要再骗我喽。Of course， 我从小就很讨厌骗人的。我妈的是校长，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对了，我也是，我先走了。Daddy。哎，刚刚，你吃饱了？嗯。来，你坐在这里。你今天就坐在这里当 Daddy 的助手。助手是做什么？啊，助手呢，就是守着自己的位置，做功课，明白吗？嗯。乖。Daddy，你知道火山喷出来的 lava 有多少度吗？这跟你的功课有关吗？我只是想知道。我也想知道。哦，原来你也不知道。那温度是900至1200度。哇，那是很热吗？是非常的热。Daddy，你有摸过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如果我摸过的话，哪有手帮你搜查？爹地，今天本来说我很烦，专用江湖来黏住我的嘴巴。哦。然后玲玲讲，江湖没有用，要接他 squash 店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一碰到口水 ，squash 店就没有用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刚刚我知道了，你说那么多话，一定很口渴了吧？去喝水吧。我不口渴。那你帮爹地倒一杯水可以吗？嗯。那么多话呀！喂，你是何先生吗？我是，你是 Ada？ 是，请跟我来吧。何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跑这一趟。我了解的，森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，把位置让出来也是应该的。这就是森美的座位了。谢谢你。伊达，这位是？他是何先生，森美的老公，他是来收拾森美的东西的。你好。以前常听森美说你是完美的男人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都老夫老妻了，你还那么浪漫，那么 sweet， 送花、送巧克力，还有送这些小卡片呢。森美跟你说这些卡片是我送的，是啊，不是你呢？但是森美其他男朋友送的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送他的巧克力很好吃，森美常常会请我们吃的。